你还搞正经，哈哈，看起来搞正经的啦。啊，面内暗暗啦，奇怪。好，搞正经的，搁一届哦，搁一届，好，会使啊，好啊。问讲，互你白米，然后我当作讲摕豆顶下伊，我咧甲问讲阿米咧倒。你若不爱食食咩啊？我爱食。伊拢爱炖。你是甲问讲，哦，安尼阿姐咪挑工去买。哎呀，伊爱食汤诶。汤啥物啊？啊，豆汁伊本倒是硬啦，啊，挑工去买买。怎个？嘿啊，专门去买啦。安尼买几包给伊来，来，来两个安尼。袂使啊，伊。一盆煮两碗公，煮煮的，八条鱼，安尼先拍算好不？你个豆豆吼，伊袂使咱放遐济。一包十二公斤的呢。这安尼十二公斤哦。无啦，我准备出。啊，安那安尼几公斤？唔知啦，大概三公斤。我们家的蛋卷吃到现在还有，现在没有了，剩下两，剩下两包。啊，今天拿三包，剩下两包。啊了，无啊，不过蛋卷好吃，啊再刷牙签。哦，啊，这帅这夫，啊，我这黄小姐。
呵呵呵。